来到居社与盲柱 all in 前锋的对决。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现在小叔狂敲按键盘。Round one. Fight. 漂亮的后空翻。来看看，漂亮的解说。风神拳，风神拳，不会死。老梗，老梗。现在由我们的帮助欧音拿到了第一颗灯，康德。解到漂亮的解到残月，果然是冠军赛的水准。受力受力，又是残月，巨人帅巨人帅，解不到，受伤，死了死了，两颗灯两颗灯。Fight！ 他终于摆脱第一场的阴影，终于挡到下段了。这招看起来其实他是负的。三流脚，三流脚，又痛痛，现在老头间的对决，场面上两个游戏人物寿命加起来恐怖了白，不老骨头，不老骨头。现在双方的人马都在后面紧张的看着，但不晓得为什么居社总大将是站在敌方的阵营，张口鼠目的看着这场对决。终于一颗灯。还是残月，谁老王手短抓不到，漂亮的空闪。看不会刚没有盖到，老王刚投了记三分球，又 miss。 逼下去了，漂亮的受力。现在开始大家盲目猜中下的，逼了逼了，是否分出胜负，是否是否，留他 AD 鬼。绕背绕背，小叔依然摆脱不了看不到下段的这个习惯。真的看不到，老二老二。想当年小叔在高雄的时候，下段完全摸不到他，摔永远摔不到。刚报告战败那位玩家，现金犬至少赢了数十万的现金啊！现在我们来到
中锋与里面盲柱后印的前锋的对决，但是中锋的卡片，哦，中锋是在哪里捡？等一下。New challenger。来到是南部高雄军社队长小黎，他其实是台北人，那么远到高雄去打铁拳会不会觉得太远？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好。哎，刚好身段战，是否有橘山？刚好身段战，哎，又一脚，两个都是一脚。哎，大雀没打，嘿。大家比赛非常的紧张，正常来说大雀都不会有人打，反而小雀干跳踢都会中，不知道为什么。哎，漂亮的落旋风，哎，两拳一脚，哎。没有带到墙，可惜。哎，也是一脚。现在两个卡来出马来。哇，这个痛。KO Round Two Fight。哎，又是这一脚。开场第一这一脚好像都会中。哎，小雀不能用中雀来打，会被靠风神拳带墙。哎 ，miss， 现在南部的妖孽就在旁边悠闲的吃着零食，看着自己队长在那边对决，实在是非常的没有向心力。哎，现在居社队员大概10000多名，与市战组的队员20000多名，现在正在后面全力的叫嚣，现场非常的吵。哎，横移又放人拳，哎，这个 MBS， 哎呦，差一点歪掉，不是也断失误，是歪掉了。哎，现在中段连发压制对手，哎，漂亮的下扑，带不带得到墙呢？没办法，嘿。哎，双手抓，可惜，哎，来跳步哦，哎，跳一下，哇，卡身体了，哎。KO Round Four Fight。来，现在高手间的对决，刚刚已经过了大概数百招，可惜是内心战，就跟内心戏一样，哎，这个下段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哎，好用。哎，又是 miss， 比赛 miss 很正常，但其实是铺梗的一部分。哎，来浮空，对，没错，变恶魔，一发这两招变浮空技，没办法蹲，不要乱蹲。哎，又是带落旋风。好，现在小林的右手够压制对手，可惜被后发先制。来下段中段，哎，破防非常好，好看小的八百的对啊，来到最后一个蹲之前，这两下也是蛮好用的，但是大家记得阿蒙天翻过去的时候第一时间点拳是可以把它点下来的，前提是他要出第二下，对，不要乱点。哎，带墙很远，哎耶！来，现在是爷爷与孙子的对决，孙子的翅膀都长出来了，哎，蹲了，应该有动到，非常的圆，可惜墙壁还差一点，哎，类射光，金色的，哎，盖下去。现在一边压制，哎呀，康哥回家睡觉，谢谢。小林不是橘色队长，前面先让人家两颗，再让人家放松戒心，后面再赢人家三颗回来。现在。
在敌方、Lucky 不是敌方，现在是中立了，对对对。现在盲目 all in 在讨论第二将要派谁先上。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来，我们来到了。拿出来再讲。Target acquired。其实这样一直讲话还蛮累，我先点根烟，各位观众。边比赛边抽烟是个非常不好的行为，不过现场没有镜头就算了，希望下次有玩家可以提供。来到盲目 all in 的第二中锋是小蛇，英文名字怎么拼 ？Snake， 对。看他辉煌的战绩，2991胜，一打20块来说也是玩了几万块的东西了。对。来，小蛇来的是莫夫，然后看小蛇搭了，对，不换人。下段可以抓到，是第几招过拉斯？拉夫，我目前情况，小黎的血量非常的不乐观。雀凡，没抓到，好险，松了一口气。行就对了。双方都是立回型的玩家，拼命的在摆 pose。出了数十招，但是都没有碰到对手。这第三下可以延迟。雀凡，硬要用没？我是那个台湾人，硬要用一个没中，绝对不换。大雀凡，非常的好。一下去了会不会死呢？miss。比谁放枪的少，谁就会获胜。现在这个血量，小黎只要成功的使出最速风，可惜可能没什么办法。不动，剩30秒，比赛剩下30秒。第二颗灯，26秒。浮空，动了，非常好。现在来到1-1平手。下段小下段，但是盖下去踩下去，漂亮的换人，两脚红血安亮安娜是很恐怖的，漂亮啊，卡枪也滑了，卡枪也有。Round four. Fight.miss， 担心。点拳加一，摆 pose。对，安娜出那两脚之后是100%可以点回去的。他如果拼招的话，除非他横移。雀凡没打。漂亮的结摔，果然是冠军赛应有的水准。三下，九 LK 的出现呢。All round. Fight. 新手玩家不要急，空降对决来到最后一个灯，现场的观众已经有5万人了。就是5万人，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漂亮，两个走紧。现在小黎占优势。是的。莫名其妙，对，真的很莫名其妙。风神拳，漂亮。雀凡非常的大，就算有 K 到风神拳一样上得去。现在我们橘色队长已经干掉了两名
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 两名盲目 all in 的前锋与中锋都被巨社的队长干掉。最后来到台湾名人阿张，两只熊是否会重现江湖呢？ Dragon. 不是熊。Bob. 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Round one. 来，阿张也是莫夫。那高雄莫夫的使用率非常的高哎，确定反击，绝对不是没有动。戳下去，戳下去，对。目前小李血量有优势。没抓到，包裹漂亮。就是这两下，就是这两下。第二下上段可以蹲，大家记好了。真龙拳 miss， 后后左脚右手没出来，再度的 miss， 请给我不会 miss 的男人。没有 miss 了，我是个不会 miss 的男人。现在荧幕前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紧张。踢到蛋了，踢到蛋蛋了，他蹲下来了。到墙边，撞一下，对，就是这样。现在他趴在那边，第三下拼了，第三下，台湾人，台湾人。对，攻击他下板，试着切他中路看看。撞到撞到，不要小看安娜的屁股。刚刚第三脚骑上右脚是可以反击，第四脚踢不出来，大家记好。心脏超级的大哥果然是台湾人，所有的配套后面都有梗。三下来，这个食盐剂非常的好用，记得各位乖孩子第二下就可以蹲了。扫下去，扫下去，这是安娜唯一速度快用来打下段的。不行，要是看不到，看不到，北部人不挡下段。KO Round Four Fight。打起来，带不带得到墙啊？到不到？没办法，可惜，可惜。安娜又出来了，又出来，摇卡上，漂亮，漂亮，哇！看如何换人，对方到底要如何换人呢？心脏很大颗，心脏很大颗，漂亮。蹲，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梗，但是身为台湾人还是要用一下。目前招式表的招式已经出了大概一半以上了，剩下没用的招式大家扑倒，扑倒，两个男人之间的扑倒。可以接，可以接，又来到最后一颗灯的对决，绝对不是拖台眼。现场的门票已经贩售一空。来变身为恶魔一八，时间。又两下，没，终于没解到，很痛很痛很痛，没办法回血。双手双手，你是双手，这样就敢砍了，砍了，小李换人了。很痛很痛。漂亮的后补，不愧是最灵活的胖子。到墙逼下去，走好了一样。
飞机，哦，六 K 的欧乐皮啊，哎，这个没有缺，不要乱点拳，分出胜负了吗？啊，脚太短，不好意思。现在来到高雄名人对决北部的名人的台北名人那个必取下剑，必取 B I T C H， 哎，就是他。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双方的战绩都维持在70%以上的胜率。来，现在双方开始试验性的摆 pose， 漂亮的雀凡，雀凡，哎，不要紧张，哎，看不到，看不到，不是北部人，南部人也是看不到，哎，哎，哎，漂亮，抓空，哎，双手抓，双手，双手，哎呀，哦，好痛啊！这样整条都不能回血。请不要乱出招哦！哎，上帝给辅助，哎，第一个由高雄下剑拿到第一颗灯，非常的紧张，现场观众已经将近10万人啊！时间计，那个距离回来，哎，下去了，蹲下去了，两拳带墙，哎。一直盖，碰一碰到这次的话就不是台湾人。哎，漂亮的反击，动作快来，逼到不到，逼不到。哎哎，双手，小脚小脚，哎，两颗灯，有人听牌啊。秀马来，哎，老梗，刚刚用过一次啊，刚刚看过一次啊，哎，比下去，你已经死了，两脚，哎，漂亮的老梗，非常好，果然盲目。铁拳就是一款只要一不注意就会回家睡觉的游戏啊！啊啊！地方哦，不是盲摸一，刚刚是在惨叫。哎，又是这个梗，又是这个梗。想到被哎，双手双手双摔，现在场面的观众非常的紧张，哎耶，不到最后一滴血。